最近 ChatGPT 这样的 AI 是非常的火啊，我自己其实最近一直在使用微软的 New Bing， 我个人觉得它比 ChatGPT 要稍微靠谱点，至少在给我的资料中会连带对应的知识点的出处，而 ChatGPT 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关于人工智能这块目前延伸出很多不同的应用，今天来教大家怎么用 AI 画图，给自己来一张皮克斯风格的卡通自画像。说到 AI 画图啊，就不得不提到 Midjourney， 是目前最火的人工智能 AI 制图应用之一了。我们进入 Midjourney 网站，大家会很意外，这就好像上世纪互联网刚出来的网站样子，非常极客的风格，还是很特别的。注册好了以后呢，点击 Join the Beta，它会跳到 Midjourney 的 Discord 服务器，所以大家是需要注册一个 Discord 账号的，它有点类似 Telegram 电报，会有很多那种 Boot 机器人，Midjourney Boot 就是负责 AI 制图。我们点击接受会跳到 Discord 里面，如果你需要使用中文界面的话呢，可以去 Settings 里面找到 Language， 选择你需要的语言，在左边栏中就可以看到 Midjourney 服务器，在旁边的列表中呢，我们找到 New Bing 开头的房间，后面的房间号都无所谓，随便都可以。那我就随便进一个，这里能看到有很多人在这里制作。在对话框中输入斜杠就可以开始制作命令。里面有很多选择，这个 Imagine Create Imagines with Midjourney， 它会根据你输入的条件给出结果。由于 Rooms 房间人数很多啊，其实不太合适自己画图，我们可以在左边栏点击加号，新建一个自己的服务器，再去到最右边，从众多用户中找到 Midjourney Boot， 点击它，选择添加至服务器，在服务器这里选择你自己刚才新建的那个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 Midjourney Boot 就可以跟你一对一的服务了。比如我输入了这个命令，就是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的 3D 人物，后面是具体尺寸2:3，输入后呢，等待一会儿就能得到超清画质。我这个是之前已经画好了的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人物刻画生动，非常有趣的四张图片。生成完成以后呢，在四张预览图下方有两排选项， U 是 Upscale 的缩写，意思是放大像素再提升细节，它对应图片1234，而 V 是 Variation 的缩写，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的一个变化，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不停的去修改。当然如果你都不满意的话呢，可以使用旁边的刷新图标重新生成四张图片。如果你也想要画自己的皮克斯风格 3D 画像，也非常简单，找一张你的照片，直接拉到对话框中，右键选择复制图片链接，还是使用前面我们用过的那条命令，把前面的部分修改为图片的链接，或者是这条图片的消息链接都可以，后面不变。好，等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成品了。可以看到我多次选择 U 和 V 来进一步提升我觉得和自己照片很像的那几张，最后问了身边的朋友，他们多数选择了这几张。大家赶紧一起来制作属于你自己的皮克斯 3D 人偶画像吧。我们回到 Midjourney 的房间，也可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在使用关键词来画图的。哎，比如这个红发女孩，棕色眼睛等等，你给到的关键词越多，描述的更清楚，它给到的结果就越接近你要的效果。当然这个需要很多很多次的修改才可能达到最终你满意的结果。人工智能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进大家的日常，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可能随处都有他们的身影，我们很幸运成为见证这一即将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关键进程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